其實當年咧，即係第一套拍《警察故事》嘅時候，同而家拍《警察故事》嘅時候咧，即係2013嗰一部啦。你覺得最大嘅分別係邊度？演技上面嘅分別啊，演技上面以前就冇注重演技嘅，錯唔錯多動作，即係concentrate喺動作度，演技就係時間啦。即係你。我哋嗰陣時喺度諗，我哋啲演技你點樣做都唔會被認同嘅，即係譬如頒獎典禮唔會頒獎俾動作明星嘅，一定係做迷藝片一定會攞獎嘅，所以我哋冇乜信心，咁啊淨係動作。動作都係演技嚟嘅，大概會好難噶，好多人唔知啊，係難噶，好多人唔知，所以北斗的將來我自己會在可能在中國啊或者在香港啊想辦一個 Jackie Chan 的 Stunt Award、Only for Action Movie Only for Action Movie、Best Action Star Best Action, action、Star Video Best Action Director Best 全部都是 Stunt 的、現在你在很多頒獎典禮 Even Oscar 他都沒有動作的、但他們不知道動作是幾受歡迎的，而且很難拍，是很難拍的、你看看打 Special 打醉拳的時候，又要醉又要笑又要打又要做 stun 又要，現在 Action Star 很難的，你又要懂演戲又要懂喜劇又要懂動作又要懂做 stun， 是很難，再加上其實剛才我們看戲的時候大家都看得到有很多、情況是你明明是、打中了你的但是你又不可以痛的樣子表達出來的，那種真的要忍住、這部戲就你可以看到是摸演技，演場上面大家也都會我扭鐵屎的時候就是他就是剛剛來探班，他說不行的你坐在旁邊我是要等他去手已經很痛了，是這裡的皮很薄的，你再用一點力就骨的，哇，但是我就一路我要 proof 給你見到我一定可以斷到，即是怎樣斷了，所以兩盤子的關係，但我真的很痛，但我當時我就爸爸我斷不到了，這樣其實兩盤子的關係大家都是以一個這樣的形式去，我跟他好像朋友，我跟我爸爸一樣好像朋友一樣，是的，其實我對整個東南亞的觀眾都很感謝他們二十幾年來一直在支持我，又是因為有你們的支持令到我不斷地在搏命去拍戲，是如果你說我其實有時在想十二生肖我本來想說是一個很好的timing講退休，又是退休又是最後一部動作片，誰在畫我，不是一直都被你看到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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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上一部動作片就演過，但是當我宣布那陣時在康城我又不捨得，變成是說我 My last，哇死了，我講完之後要負責任，當我宣布的就是 My last big action movie Major scale 的、Big action movie 那麼誰知後來出來說是我 The last action movie 嘛、我又要去跟人解釋，誰知一回到去、香港那個導演就給了劇本我，我一看哎呀很喜歡，其實我還有很多很喜歡的劇本，我想我會繼續拍戲的，暫時就不會退休，動作都會拍，可能不會拍咁大。我唔 ，I don't know。你唔好講啦，上帝。我哋期待，無論是影迷又好，朋友又好，媒體又好，多謝曬你哋咁多年嚟嘅支持。留俾你睇下，不如識睇我哋睇下，好唔好啊？上帝，你多啲講筆話啊，好唔好啊？好。有位主持一個警察故事2013睇埋啦。哇！嗱，為咗要真係做一個真係比較正式啲嘅高處之名，我哋呢個時間請一個資深嘅人士啦，就喺度推介啦，係先睇個朋友上面先。由我哋警察故事2013。
我攞翻佢啊！你要攞翻佢啊！肯定要咯。簡單啲。係，我攞翻佢啊！嗰個 artist 咧，做 artist 啊？誒，佢誒，睇下先啊！做 artist 不如請佢上嚟好唔好？上嚟大哥，上嚟大哥想請你上嚟。我邊個而家俾我㗎嘛？係啊！咁我唔使錢俾我大哥啦。你話大諗住佢，你喺上面簽咗開心啊嘛，喺度做畫俾你，佢想見一見你啊！好嚟，好。嗱，成龍大哥，你一幅咁靚嘅畫咧，我哋會放喺戲院度先，跟住之後先再送俾你嘅。不如一齊影張合照咯，好唔好啊？記住咯喎，平安夜12月24日全馬戲院正式上映《警察故事2013》。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movie Toy Story 2013 will be everywhere in Malaysia from December.就是大家都知道成龙大哥是那个全方位的国际巨星，是，可是这个拍电影啊，就是每一个作品都是亲力亲为，然后都是受到很多人的尊敬和爱戴。那其实身为我们新生代的，你有什么东西要跟我们分享吗？还有意见？有什么事需要注意的？一定要首先一定要多学习。现在的艺人不能只是靠年轻漂亮只会唱歌不行，又要会唱歌跳舞，要 multi talent， 完了之后千万成名了之后不要扮大牌，不能骄傲啊，不能出去你要带四个化妆，六个保姆，三个经理，四个 assistant， 这个就不行啊、一定要对人不客气，想到永远是想到自己没有成名的时候，真正让你成名，真正让你变成大明星的，不是你自己，是所有的人。对，在彭宝国的电影里面讲这首歌，彭宝国的，因为我是从童星开始，做过 cameraman 技工，做个 dolly。做过小武行，做过 extra， 我不是一做变大明星就变大明星，所以我很会体会其他的人，一定要想到人家再想到自己。好，再接下来就问一下老兵中间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大哥？大哥你好，我是老兵。那想问大哥，就是拍了那么多年的动作片，然后到底是什么精神或者是什么东西让你觉得拍动作片都不会累？因为拍动作片累啊，就是不累。又累又辛苦又要受伤，但是每次一拍完在戏院那里一看呢，看到的观众们哇，我就会很开心。现在你走出去很多人还会跟我讲，哇，你的那个醉拳很好看的，你那个Who am I 啊，有关区啊，我不会跟你说宝贝计划，很多
comedy。 如果我以前是拍文艺片的，他们不会说哇，以前30年前你那个亲嘴亲得好好啊，今天那个亲嘴不同了。那还有一个就是想要问大哥，就是那个要是像我们戏迷想要拍动作片的话，有什么 tips 给我们？找一个好的武术导演，找一帮好的武行，自己一定要每天去学习，就从小拍一个动作片是非常非常困难，地理环境、投资人、导演、武术指导都要配合你，才能拍一个好的动作片。最好是自己懂剪接。所以你真的可以拿一部机器来拍呀。那么你只买 camera angle 剪接，那你就是一个 perfect 的动作演员。哇哦！所以你看，就有很多人 advice 给了三位了。这个时候，三位有没有一份礼物送给我们大哥？谢谢警察故事2013，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artist 画的，是吧？对，这个是3D 立体的个 poster 嚟嘅。系啦，我哋一齐睇住前面影张合照先。耶！系啦，就有一幅画啦，一件 T 恤啦，同埋我哋嘅呢一个枕头啊。耶！再一次提醒大家，《警察故事2013》就會在平安夜12月24日全馬戲院上映，記得去戲院支持啦噃。係，好多謝曬，我哋俾啲掌聲，我哋嘅大熒幕，我哋會將光咧交俾我哋嘅工作人員，唔該曬。好，會送俾成個大哥，拎去飛機翻到 hotel 啦。Malaysia Ambassador for the movie please do not Thank you very much. Okay, come on.警察故事2013，票房大賣啊！希望下年開春紅館。哇！我們說不出話，想真。我說不出，謝謝，謝謝你們。新年快到了，新的一年馬年，希望大家馬年財運亨通，身體健康，出入平安，恭喜發財，世界和平。我愛。不知道三分钟了。站！下！